大家好，我是周亚伟，我亦都支持支持 iOne 嘅比赛嘅。其实咩人都可以跑啦，我哋呢个比赛入面亦都非常之有意义，系一个意见人士同埋一个见事人士嘅组成啦。大家一齐并非着见到嘅感觉，其实非常之好嘅。展毅同妈妈系第二次参加 iOne。呢一日有機會同 Iron 共融大使蘇華偉一齊做賽前最後練習。德育先學校是一間輕中度的智障學童的學校的，做運動是一個由小到大去訓練堅持的一個態度，我都會做半跑員的以身作則，希望就可以怎樣去鼓勵我的團隊同埋鼓勵家長啦、學生都是我們堅持一起去完成第一次德育先學校參加的創舉活動。由東華三院主辦、香港賽馬會贊助的 iRun 特殊馬拉松20231月8日在天馬公園一帶舉行，智障跑手火拍健全的半跑員會進行3公里的挑戰賽和共融跑，推動社會各界攜手奔向共融。之前其實已經要大家做多一些的訓練，只需要堅持自己的訓練，大家可能要多一些的休息啦。比賽當日的話可能放鬆心情和享受比賽，當然輸贏不重要啦，側邊嗰個隊友都係自己對一次長期的合作夥伴，咁都希望大家可以攞到很好的成績啦。iOne 2023